女主播为了爆红竟然在直播间自杀，整个画面简直惨不忍睹。而在她没了动静之后，一个和她长相一模一样的女人开启了直播，粉丝们还以为是策划的剧本。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？小美是一名职业主播，可今天直播的时候却突然出现了一个怪异的事情，后面书架上的玩偶突然掉落下来。在粉丝的提醒下，小美转身过去查看，但她并没有太过在意，只以为是没摆放好自己掉下来的。回来后小美还在继续直播，但突然有直播间的观众提醒她，后面的书本也在移动。小美忙着感谢榜一大哥打赏，并没有注意到弹幕，直到越来越多的粉丝提醒她留意身后，才感觉到不对劲，突然身后的书本真的掉落下来。小美小心地切换着屋内的摄像头，画面中整个房间里确实只有她一个人。弹幕疯狂地提醒她房子里肯定有脏东西，要她赶紧去找驱魔师。就在此时，屋内突然传来了恐怖的声音。小美战战兢兢地表示今天的直播到此为止。关掉直播后，女主播露出了窃喜的笑容，原来刚才的一切都是小美策划的剧本，想到又会有不少迷你入账。开心的小美拿起了手机想来个美美的自拍，可突然她恐惧地发现画面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鬼脸，她慌忙地扔掉了手机。可就在这时，他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已经完全不受控制，一股神秘的力量抓住他的头颅，狠狠地撞击在桌面上。从旁边可以看到一个人影正操控着小美的身体，直到小美再没了动静，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身影打开了直播。